关于孟加拉豹猫的那些真真假假。一，孟加拉豹猫真的聪明吗？真的，开门开锁这种就不用说了，毕竟在维修家具这块，豹师傅可是认真的。不仅如此，豹猫的寻回能力也非常强，只要你一喊，他们就会过来。嗯，乖乖，啊，乖宝宝。二，孟加拉豹猫真的可以遛吗？真的，不仅能遛，他们还非常爱出门。三，孟加拉豹猫的脾气真的很差吗？假的，孟加拉豹猫记事不记仇，每天都会上演亲亲贴贴的小动作。不过啊，豹猫是真的很倔，而且呢，它倔的点也有点奇怪。比如这只小豹猫，它就非常执着于逗猫棒，并且它只要这种毛绒球的，其他的都不行。所以豹猫真的算是蛮有性格的。哇哦！四，孟加拉豹猫真的贵吗？真的，都别说血统猫舍了，恐怕呀，即使在猫贩子的价目表里，孟加拉豹猫都得在一个高价区吧。